一年一度的南加州台大校友会终于7月27号盛大登场，快到了。那么今年年会亮点非常的多，除了邀请到台大杰出校友钱习博士到现场来专题演讲，那么更有来自台湾的这个知名钢琴家陈瑞斌会到现场来演奏。会上还会举行新旧会长的交接，由原会长刘梦佳那么交接给这个后会长秦四玄。钱许博士是我们钱校长钱思亮的公子，也是一个华裔唯一拥有六院院士头衔的一位科学家。去年在2011年，更荣获奥巴马总统颁赠美国国家科学奖章，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校友。那我们这一届希望跟历届的会长多接触，希望他们继续地为校友会关心。好，活动不只有天使手指之称的这位钢琴家陈瑞斌在现场展现精湛的演绎，那么呢，演奏许多世界名曲让大家听得非常入迷之外，年会还邀请了历届会长来出席，共襄盛举，期盼校友会这个大家庭能够来团结互助，共同服务社区，踊跃捐款，协助母校永续经营。那么查询更多的校友会相关讯息，请您上网查询。